2023年即黄金位置、稳定租约和巨大土地潜力于一身，坐落于墨尔本百年传统富人区之一的 Hawthorn， 占地2697平米的便宜店商业地产投资物业，现已上市，由 Burgess Rawson 为您荣耀呈现。747-755 Toorak Road Hawthorn， 该项目已与澳大利亚排名第一、拥有700多家门店的加油站便利零售商 7-Eleven 签约至2033年。 全新的10年净租约将提供充足、稳定、可持续的现金流回报，年净收入约为26万4128澳币。加油站油箱由租客所有，并由租客负责环境管理及支付所有的日常支出。固定每年3%的租金增幅可延续至2043年的优先续约权，让该物业成为本年度墨尔本东南区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永久产权投资项目。 俯瞰墨尔本，该项目位于东南区最繁忙的高速公路 M1 高速的中心路段，每日车流量超过 14.7万辆，占据 M1 高速公路和 Toorak Road 的黄金交叉口。该项目是从 M1 公路至 Hawthorn 东边第一个必经加油站，北至墨尔本市中心仅7公里，南达澳洲最大购物中心 Chatham Shopping Centre。 Auburn Road 与 Toorak Road 转角，日均车流量高达 57,000 辆。 是当地居民驱车出行的必经之路。作为最具文化底蕴的传统富人区 ，Hawthorn East 的房价中位数已达到 265万澳元。该项目正对以 Woolworths 但 Murphy 为主租客的 Homeco 大型购物中心，斜对面以 Coles 超市为主租客的 Toorunga 购物中心。造型后是与该项目具有同样土地性质，并已建成3栋6到7层的公寓项目，加之占地2697平方米。 让 747-755 Toorak Road 成为这里2023年绝无仅有的土地储备机会。该项目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时间3月29日星期三下午10点半，在墨尔本皇冠赌场以拍卖的形式出售。如果您想了解该项目的更多信息，欢迎您随时与我联系。我是 Burgess Rawson 的亚洲事务部主管 Zoma 何子轩，期待与您的会面。